同发子一位多位也养人来当年十五年的被普通总普高体路连连沙沙有轨道的生态发通五轨道人不敌要推动养人一天四个小暖上面的路可能都有同发的今年推动养也会头一百盘同发子发通今年在第二摆举办的推动河面树冬季，进行南岸合庄新一代节庆之一，结合彩提合庄特色产业文化的发动，唔单向新公社来观光客，也受到推动乡亲的肯定。推动天气的交通法，每年度三月就停停来开发，比推翻各地都合作一整日左右，就因为安阳行政院还未会决定，今年在将推动纳作通化节的发动天气之一，但从原本计划提出创建通化节发动，就会做推动举办。不过，这项计划实际为今年气温比超过平均带三度，本年天从此引起到南投人后背，成为全台的第一场通化节。本来天新一春要喷天一场忙错，啊，就因为这开发那个呢情形哈，很多人都新一十六号能被喷的也通化节。推动人政府表示，此上向嘅推动人客家文化人气，三年前种嘅六十条入通数，去年才开始入场些强壮嘅通化八八节，本合委会评估系适合举办通化节嘅地点。故所人政府今年顺利申请到经费，都发通今日规划咧花舞合庄灯饰秀，牧民众上台表现跳舞。通化舞狮系邀请著名舞团老地方社团演出，还有提供彩田美食嘅一通热串起。本观众在一片轻松通化那精彩的舞蹈，一片是咩事？那今日本来说同心同力众同趣哈，就一百五十条嘅呢书名哈，向民众他今日捐下来，今日种下去哈，啊向富强的民众来认养哈，同安尼照顾。虽然推动嘅通化做得讲系全台最早开发，今日甚至为天后而创，我发图成为全台通化之内的发通嘅开创秀。推动人政府表示，为了客家文化人气度嘅主通处增加之后，希望风调雨顺，以后每年嘅通化节都做得到推动开创，就帮推动提起嘅客家人建图做得行下高。客家新闻总准，台东报道。